那这个170万的车买下去之后呢，我一年保养要花多少钱？今天要跟大家揭晓。第一次的保养的在这边，好，第一次的。哦。第二个。第二个。莫惊到。哦。好，来第二个。啊，还有、哦。对，第二个你看要到两张，你看多可怕。要到两张哦。对，第二个要到两张，来总额在这里。总额在这里。哎，这个是。等一下，这个是。有点夸张哦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最初鍵館 QTR 聖戦。哦，哎，我们来这边干什么？业配？看起来很像是业配的哦。不是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要访问一个好朋友，顺便开箱一下他的工作室。应该开门就知道是谁。对，不要再塞了，直接按了，好不好？哎，是哦。哈哈，布莱恩哦，看到不？欢迎，应该不意外我会来吧？不意外啊。对，因为塞好了嘛。塞好了，对啊。对，我们都安排好。因为上次你刚才这样演得像吗？哎、欸，有一点这个话剧社演技。来，Hello，208包厢哦。来，208，来，对对对。这是阮妈妈送的 Ellen。来，等一下休假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这里面全部都是小姐。都是小姐。哎、欸，你哪会在这里挑工的对不？我们公司全部都是妹啊，真的不骗你、哦。很多粉丝都问这件事情。你这样是不是自肥？他是天然肥哇，你看，欢迎、欸，很漂亮的办公室。我跟你说，本来地板是长这样子，就像这样。你用那个想象力来，那个让剪接师可以你说一下图，你是要搞阮剪接师跳不起哦。这个就代表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老男人哦，有质感的老男人会有坚持。为什么要加老？因为我们男拢老男人，哎，你敢不承认吗？啊，我们是装年轻的老男人。哎哎，整集都叫小男人，好吧？小男人。真的、啊，我们到一个年纪，我们追求这个东西，有时候会怪怪的，好不好？别人不懂的。对，别人不懂，只有自己懂。没有，有时候自己也不太懂。这在坚持是什么？我跟你讲，进来以后，我看到第一个看到我认得他，这个淘宝的小农村的小篮子。我跟你讲，你刚打开的时候，啊，你买这送啥啊？叫你买这有无？我们是买置物柜，我们是公司要用的，这是什么东西、啊？后来完成照摆完以后，我说，看看这个买的熊给大。我这边办公室弄好之后，其实都会有好朋友送花，对不对？不管是兰花，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那么多发财树，那全部都没了，对，那很快就挂了，干枯掉，对，那很快就挂。但这个东西你不用顾它，它可能顶多就灰尘，你把它抖一抖就好。就假花很久远，一颗永流传啊！对对对对对 对, 对啊！所以我觉得你看它蛮多地方都有，这个也是淘宝，我知道啊，都是一起的啊。可是看不出来假的，对不对？不像，要近看了、啊，近看看得出来。不像，没关系啦，反正现在走在路上，连人都有假的，无所谓。对对对对人是真的啦，那个、是假的、有些地方是假的。这些来的时候都花了一些。钱啊，钱啊！你干嘛那么对？不要那么含蓄，不要那么含蓄，不要那么含蓄。不要开就给钱，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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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他来，我从昨天下班之前就一直整理到现在。小师明天要来哦，所有人都在整理。你这样感觉很像那个小时候有没有？要带妹子回房间的那种感觉。嘿呀嘿，跟他高中姐，嘿，明整个一个碰碰注意我。你带妹子回去是把前面的妹子留的东西赶快先收一收吧。啊，同时那个要同时做，那是同一道工序、啊，味道要去除嘛。啊，看有挑工吼，前一个会故意把耳环藏在某一个地方那种。哦、你若拄到一种心机较重的吼，耳环啥的偷偷把你藏咧床头柜，枕头一拉，哇，头发怎么那么长？嗯，鼻毛哇，哎哎哎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是不是金属探测器？哎呀，太严重了，好，那继续来听我们这这边是最简单的，有一些东西摆在上面就是点头是吃的。泰山，我跟你讲，我觉得跟我们办公室差别最大的地方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到好几颗苹果。没有啦，就三颗。这个老板就干不开。当然了，这些人都是帮你赚钱的啦。有没有听到？回去我告诉你，全部换了啦。我们公司只有小颗的两颗而已。然后他们这是大颗的三颗。我们靠心机啊！我们把苹果摆在门口，一进来这三台，在后面的机器你就不要看了。哦，这不是哦，对哦，哇，马丁哇，哎，三颗也是很猛的呢。而且你看这边，我跟你讲，这边真的是很幸福。对，这是纸做的，超漂亮的。然后，这个是我们的 mini bar 啦，但是东西都吃要指纹，指纹对。好、哦，啊，拿了 B 完
每个人都有扣打干拌面，譬如说八十块，好 B 啊指纹的，好喝，好 A 嘛提一包干拌面八十，安尼。下次来就有那个贩卖机啊，对，贩卖机用弄诶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那么小气。哦，气泡水机也有，对，气泡水，高级。啊，加个按摩椅，哎，这个十大卧室诶，而且他很在意这个空气品质。我刚刚看到那边有一台，这边有一台。那么泰山，你不要再污染办公室的空气了。你常常排臭。他说我的存在就是。对对对，他存在就是一个臭。然后再来，我们要去看一下这个，我常在这个直播啦，还是影片里面看到开箱的那个场景，好不好？走，到我办公室。请进。哇，哎、欸，这真的是我在电视里面才会看到的场景。大家最有印象的应该是这面墙啊，这面墙，因为这面墙最特别的是它是全部都是磁铁的。这个我只有在电影里面看过啦，就是要破案嘛，007啊什么拉线拉线，还拉线了吧？大概就这一片，下次你们可以拍一片这种比较紧张悬疑的，就利用这一面墙。不过啊，对，讲到这要恭喜这个走中奖入围。哦，谢谢。对啊，那个行脚节目嘛，入围那支是去哪里的？云南。云南的好不好？云南。连接放一下，我老婆云南血统，是不是？四分之一啊，所以你们家都混血儿，混血儿啊，看啊，云南混台湾，对，很远啊。我们坐飞机换了三部飞机，台北先飞到哪里？深圳，你们先飞深圳，我们飞深圳，深圳再飞到庄流机场，然后 对，然后再飞到那个香格里拉，对，再飞香格里拉，然后一下飞机就海拔3300。一下飞机，还好啊，还好啊，走到柜台，穿玫瑰，都在喘，前两，他第一天到就高山症了，就在头痛。然后这边桌子就是我常看到直播的那个控台，这个这一张是我在用的桌子啊，因为这张是升降的。你看哦，对，男人都是会去设计这些有的没有，我也很喜欢搞这有的没有的。你看那我们那个直播台啊，什么麦克风啊，什么是不是都我搞的？整个媒体部嘛，没人要弄，是我自己弄。没有，我们是对这有兴趣，就爱乱买。我看到有什么麦克风就买。你看我麦克风一堆，你看我也是买一堆呢。看我们这个真的花很多钱，有没有看到？你可以看得出他很喜欢这个十大物。我没有收藏什么东西的，就一些小东西而已。对，摆得很整齐嘞。哎，你哪一家来摆好不好？这些东西本来都是在地上跟那边的，我这些都是刚早上才摆好的。我那种乌白片呢？哎、欸，我那是麦克风哦，这些麦克风啊，我那是坑钱啊，转播平台一倍的对啊，哎呀，那我们去开箱它。啊，个 Q 配对，你知道哦？啊，你 Q 到无一点配对哦。好了，那今天我们老司机来带路，也不是说采访而已哈、哦。我们采访以外啊，我们还要请这个 Alan 跟 Brian 啊，帮我们推荐一下在地有什么好吃的美食。好吃的，那顺便来检视一下，上次看过 Brian 的车了，现在再来我们就要检视一下 Alan 的车。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他用车的心得跟花费，给观众朋友参考。我要买一台这个车，我一年要开我的钱。心得有一年心得，刚好报告一下。我来讲，那我开到钱，绝对记得清楚的。我都会记你顶个迄个，我叫8000，你即马甲我讲万二，那可能哇，那一定记得很清楚啦。男人只要有处理过的那个价钱，一定都会记得。不是只有价格会记得，号码也会记得、啊，都会记得，都会记得啊。查温啊，不是。好，待会见，我们去看一下车子走。Okay, 走。啊，所以我刚才有问了，这是2020年的，对不对？体况 RLINE 380。380，对对对，你可以变到我屁股上去，我靠，好脏。现在要了解，刚好满一年，对，然后保养过应该三次了吧？两次，所以是30000公里。哦，啊，你跑3万哦？对对对，几年哎？几年？啊，因为我住林口嘛，每天来回的最少就已经差不多要30到40。哇、哦，这个真的是高高使用度。那我老家又在台中嘛，然后又会开回去台中。我记得前一台是190嘛，325。我是觉得你当初为什么会买这个啊？那时候其实我本来就是想要看一台修理车嘛，我想修理车想、欸。修理车叫 JDO。啊，我看过 BMW 哦，奥迪。Volvo。Volvo 没看，宾士也有看。当然，你想要不看 Volvo， 你是看 Volvo 给我的感觉就是它现在正在转型，成为比较年轻世代的车子。瑞典国宝呢？对，但是我就觉得正在转型的东西哦，你要再给它一阵子，让它转型到定位的时候，我再上车会比较好一点。好、哦，再上车的。对对对对啊！不过现在 Volvo 车都很漂亮。电动车赶快啊！对对对对对，看看第一批的这个老鼠怎么样再说。你讲的啊，我讲的不要紧。对我汽车频道我 OK 的，有问题找他。对对对。有你找我就好了，好不好？绝对代表本台立场。啊，分享一下啊，这个你3万保养两次，你觉得它的费用跟你的前面 BMW 比起来，
这个其实因为之前我开过福斯的 GTI 啊 ，GTI 那时候其实我买的时候，那时候去保养的时候，第一次我就吓到了。那时候觉得就是这么小的车保养要这么到这么高的价格。对。那如果我买休旅车的时候，我也可以买可能买 BMW 对啊，或者买宾士车。但是以车价来讲的话，要到顶级，这两台车价差要到100万。哦，要哦。要对啊，你看这台 RI380， 它有全景天窗，好，然后还有 ACC， 你想得到的东西几乎全部都有了。那我大概知道 A 的你想要，就是我要功能。这就是剩 CP 值，对对对对对。因为哈，你刚刚讲差那100万，搞不好还买不到有相同这些配备的双 B 嘛。而且我记得，如果没错的话，当初我看的是 X3 啦，但是这一台的里面的空间比 X3 你觉得比 X3 还要再大？对，比 X3 还要再大。然后唯一要忍受的就是我有心理准备，就是它保养的费用可能不便宜。你有心理准备？我觉得这个可以给观众朋友分享。对，哎，这当初新车多少钱？179是不是？170几万哦，你大概 BMW 买318而已。那这个170万的车买下去之后呢，我一年保养要花多少钱？今天要跟大家揭晓，可以哦。今天你要来，我全部都准备好。我告诉你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第一次的保养的在这边，好，第一次的，第一次是这张，第二个，第二个，莫惊到哦。好，来第二个，还有，对，第二个你看要到两张，要到两张哦。对，第二个要到两张，来肿瘤在这里。修胡姐，修胡姐，修胡姐，我看啊，能看。哎，这个是。等一下，这个是有点夸张哦。车辆接待，对，11块，171块。哎，伊给你接牌，哎，170块。哎，讲哎 ，Alan 哥你好，哎，171块。他这个服务费的意思是一样的，靠腰。那那哦 ，Inspection with oil change， 哦，换油的啦。没啦。我看一下，哎，我跟你讲，他抬头都写英文，这样才可以收比较多钱。哦，螺栓哦，滤清器在这，聚合现在六有打折，600多块变500多块，啊，到底贵是贵在多哈？贵的，搁在下面。粉尘滤网1000多，清洗风箱400也便宜啊，节气门的清洁，哇，1650块，哦，这就稍贵的哦。车室护理 A 套餐、B 套餐有那种情况啊？对哦，这么叫车室护理？车室护理好像引擎室啊什么这些东西的。谁谁也安尼哦？哎，清洗冷清交谈哦。哦，哎，它光这些清洁就已经。快10000了哦，6999，工资啊，對啊，这边好像全部都是工资。我只有看到机油跟机油滤芯是有东西的，还有滤网、啊、对，滤网这三个东西有东西，剩下的工资。所以我看哦，你机油就是花了3100嘛，哦，滤网1500，所以4000多块是材料钱，所以你的15000里面有将近9000块都是工资。这个还有第二张啊，工资这里有写6756啊，对哦，6756是工资啊，零件费用是8270块钱啊。我看很多清洁。还有一个叫除碳吧，所以你的车就那少没换了，那种一体清洁。我看到这张，你我只看到什么的，它从引擎室里面清洁到外面，对，室内都清洁，从头到尾都在清洁。那我这样问小师好了，就小师，如果说像一般内行人，应该会拒绝里面有一些，因为我们去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要整年，因为怎么讲啊，它其实它就是套装式，就你3万就不要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是牵涉到是这样，其实里面我看很多的清洁其实都可以不要清。都不用，只是现在问题来了，他告诉你说，如果你车要保固的话，你就必须得照我这个下去清，那这第一个是最麻烦，因为你的车里程数不高，其实什么什么节气门呐、啊，对，好、哦，然后节流阀啦，对，好、哦、啊，这个雨刷浓缩液这其实嘛是免的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它很多清洁的东西，我干嘛还跟不懂免？因为清洁它都是收工资，对，它连车室清洁都是，啊，咱出去美容店开3000块，柜台下个6000瓦水。不过会不会有的人像我这样子会担心将来的二手价格，客人在查询你的保养记录的时候，我们在保养的过程都非常遵循原厂的那个建议，将来我二手在出勤的时候会说，哎，你看我的保养、这个没有加分，因为第一个好像有个资法，下一个人他也看不到你之前的内容是什么，他可能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、除非是我主动提供，譬如说我把这个保养，但是你主动提供这个，一般人也只是在看说，哦，啊、你主动我定期，哦，几公里有回去，几公里有回去，几公里有回去，你花多少钱给他？哦，而且我觉得重点来了，你车才开3万公里，其实里面什么节气门什么根本就没那么脏，哦，还不用清了。根本的洗哈，你回去保养个2次再加洗，那再让它洗一次就好了。但是问题在于你的保固条款，有一些他就是会告诉你，你这哪不用，啊，拜故障，我不会负责。对。
你就变成说你要一定要照着他的路去走。所以你要想到一件事情，所谓的保护其实跟保险是一样，我付了这个钱跟你买了车，以后我还要定期回来缴保护费，对，你才会保护我这台车，以后坏掉的时候你要不要负责。所以一定一起的 QD 大概在保养费，然后来等你什么时候来付。不过重点来了，这个就是因为买新车嘛，然后又回去原厂保养，那有时候就是你很难去抉择。你今天如果说去心态，对，就心态的问题。那我都开个车跑个税，哎呀，对不？啊不，他要不要再加解？好吧，那就再加吧。好，他要不要半套转全套？哎呀，好像都来啊，加五万多啊，对啊，哎呀，继续处理。好，我们要去知道车上聊的。再设鍵館。QTR 聖戦光不够，要不要开一下？那个全景天窗阿龙就矮，阿龙可能开刚关掉条啊，这是开好标哦，开遮阳帘啦，开了啦。啊，你不了解，因为你打开之后，那个光线就进来，对啊，进来，很好啊，光线进来呢，外面的人开始就可以看得到车子。最美的风景是人啊，啊，你都要全配，全配哪里全配啊？不利用啊，我真的很少打开，因为。我通常在车内拍片的时候，我就会把全景天窗会打开。我跟你讲，只有女孩子不喜欢打开，我哪怕不用摩尔工，哦，要会有紫外线。但是我知道这种进口车的玻璃都是隔紫外线的，不是吗？应该都是、啊，但是他们觉得都还是会有，因为尴尬玻璃嘛。他们反正看到太阳就不喜欢的啦。哦，应该是。他们不喜欢晒。我女儿是说这样她挖鼻孔不方便。要不然呢？他车子他就没有贴，他在车子里面窗户没摇开，被人家认出来已经很多次了。很多次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没有用了。的效果，我骑重机还换新的安全帽，然后在北人给我挥手，不然哦。然后他把它po在我的那个粉丝专页，我想给他，你可不可以不要放这张照片？有够臭。十波人吃到一个年会啊，愈来愈风骚，你看。再烧也没几年。今天看小时这样，我发现我颜色好像，我们好像都太保守了。对，我们好像颜，好对啊，我看小时穿这样的，我觉得我以前不是这样子。我呢，到底是怎么？我是配合你，我无你穿衬衫的呢。还好，我是为着你去掀今天衬衫出来的。对啊，还配个那渔夫帽。以前那个，我爸拢讲我卡身呐，卡身的哦，以前那个卡型，我以前是爱穿那个水洗丝的嘛，哦，啊，规副港式的，啊要打折，啊打折是因为讲水洗丝就是你骑奥多麦时阵才啪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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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卡爱开开嘛，其实讲卡开开这种动作是合理的，你进风嘛，进风，哎，散热，散热，啊这我常讲，啊如果女孩子不行，哎可惜呀。不行，好不好？女孩子骑摩托车尽量不要。而且我跟你讲哦，那个口型啊，还有分音调高跟低哦。哦，你知道？哎，我是看那一类，应该也会听到讲。嘿是低音号，好啊，越高音的就是，哎对哦，那个就代表出风面越小，好，这个大家应该知道那个原理吧？是，听起来你叫你陶笛哦，不是我音乐，对我们音乐人呐，对，成熟的男女都是音乐人，都会有自己拿手的乐器，对对对，拉拉二胡、品品箫啊，这些之哎之类的东西，这个很正常，对，高音号角、低音号角这样，哎呀，我们刚才那句话，不，男人差不多年纪聚在一起。弄了公家，但我跟你讲，女人也是的，尺度差不多。我现在觉得，现在中年妇女，跟我们年纪差不多，就我们中年男人嘛。我跟你讲，他们也喜欢小鲜肉，你知道？哦，会啊，当然啊。你看为什么小鲜肉或六块鸡出来摆摊，都会上新闻，九报纸。三波人赶快，那只要希望老一代，阿米总给买，不然我。哦，对对对，那个最多，都给啦，在所有的赖群组里面哦，有卖芭辣的啦，哦，对对对，哦，啊，还有你卖拖刀的，然后拢是穿这低胸的，这样子，风俗在哪里？道德在哪里？地址在哪里？哦，我的 B N W 在这间买的，你说那个218 G C 在这间买，我上次不是有拍一支 B N W i 3的电动车，对，就是跟他们借的。哦，是哦，有啊，他有跟我讲说要借，可以跟他们借啊。可是我是不太喜欢跟人家借车。你说喜欢买车？你车那么多，看你车子那么多，不是借了以后，我们讲不好听的话，不好意思啊。对啦，啊，其实这个也是很多现在那些新车评遇到的困难，有可能开啊。对啊，你像如果有一些三系的厂商，
给你们免费给你们东西，拿人手软，可能也会讲得婉转一点。坦白说，所以我有感觉讲，我要买拍这种新车，我是家己买较好吧。我就是跟粉丝交，有些粉丝他会很热。哦，不是哦，不行啊，为什么？他会心碎，我讲我车久，你敢要讲个安呢？哎，大不了掉一个粉。哎呀，但是你拍这一集又涨了几百个粉啊！我每次哦，我每拍一台车，我就被一个车子的那个群主讨厌。我拍完尼桑都讨厌我，我拍完特斯拉都讨厌我。但是全部人都讨厌你的时候，你就红了，超红。哎，那这种也不太理想。我最近在封那个呢，名流呢，一百还是一五零？一五零啊！我最近托朋友在帮我找一台整理好的名流，水冷的那种，那个灯这样，然后那个甩尾很容易，你知道吗？名流，啊、因为它有卡达，卡达啊，是贵啊。但是我有看过真侪人拢改手动呢。哦，是哦，名流那洞洞啊，头前个清洁的清洁的，这个算回笼吗？前面就是回笼了，后面算单边。哦，前面是回笼，前面是跟那个二省道交叉口嘛。他的办公室在前面，我就站在交叉口过去一点点。你就看到那个很多按摩店那边就他办公室，然后这样也方便嘛，方便。所以身体随时都很松。对啊。去一趟，人都变轻松了，口袋也变轻松了，都通通都松了。哎，到了呢，新庄，四维立体停车场，所以要先下车，谢谢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他这个怎么会？对啊，他这个宽度不对啊。干，等你出来更硬吧。我想抓一边就好啊，公哥哥。抓到了！啊！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这部片的预算高了啦。对，我们的预算也不比行脚节目低啦。我跟你讲，这钢圈小师要买单就对了。钢圈用是什么？有东西拍了。下一集就是钢圈修复，这里哦，这边，对对对，然后那可以，再设鍵館 QTR 製線。有吃香不？有吃香吗？一定要尝这啊！哦，赞！我见死，我们都安尼啊！好可怕！这是标准吃鸭肉羹的那个加法。但是，我建议你等一下吃两口以后，你加一点点试试看，因为它这个不是为了辣加的，它是为了香加的。哦，被这个汽车频道耽误的这个美食 YouTuber， 哎、欸，我是美食水水干干呢。那你要弄一集啊，就是那个成人 AV 的老梗很多呢、欸，比如说访问啊，没有每天早上那个女主角都要去倒垃圾，然后那个邻居会看到，邻居也去倒垃圾。那你讲一种，来，你讲一种套路，来，套路，还有什么套路？哎，外头会用胸脯，我操，是不是这样？那求救，你看你们求救，你要加油啊，不然你要加油，不然没办法融入我们。哎呀，你加油！